昨天啊所经过的这个路呢，啊还要再漂亮啊，就是两边啊两边的啊这些高山啊，就是松恩峡湾啊，松恩峡湾旁边的这些高山呢、啊。哦，然后非常非常美丽哈，因为山头呢这些雪都还在哈，然后呢都在融雪中哈，所以呢有很多这种天然的这种瀑布啊，哦都可以看得到哈。我们这一段路呢，哦大约是一个小时三十分钟了，哦一个小时三十分钟，哦可以到达哈这个哦另外一边哈，然后我们哈要去那边哈搭这个船了。那司机呢哈从那个地方呢哈他开车过来了，哦其实很快哈他。经过两个山洞，好，经过两个山洞呢，哦，他过来呢，哈，只要三十分钟就到了，好，三十分钟就到了，但是我们，哦，坐船，坐了两个钟头十分钟，哈，但是我们欣赏到了这个，哦，这些哦妙漂亮的这些风景，哈，然后呢，让各位也去感受一下，哦，这个哈全世界哈最长最深，哦的这个松恩峡湾的这一部分，哦，松恩峡湾的这一部分，哦。那还记得吗？这个松恩峡湾它的总共的长度有多长啊？没人记得。205公里长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最深的地方呢有多深？1380公尺啊，1380公尺深哈、哦，最深的地方啊。哦啊、哦，对哦，千规避啊，啊，几千沙巴背着毕业期，哦，所以呢，各位就可以知道哈、哦，它的这个好、哦、的深度哦，就跟这个山的高度哈、哦、是几乎是一样，哦，几乎是一样，哦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，来不及改变的，哦，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变成了要怎么做呢？哦，就变成了哈、哦，从 Flam 哦坐两个钟头的船过来到我们刚刚下船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再坐回头，哦，再坐回到 Flam 去。啊，然后呢，就四个钟头就不见了啊，然后呢，再从那个地方呢，哦，再去哈、哦、搭游览车啊、哦，经过啊、哦、这个最长的这个隧道，哦，到达另外一边啊、哦，到达立陶宛那个地方啊、哦，然后再坐渡轮20分钟渡轮，哦，到对岸去，哦，然后再到松巴尔去啊、哦，再松巴尔去啊、哦，所以去年哦发生了相当多的问题。然后左边这个瀑布啊、哦，这个比较大一点啊、哦，然后呢也比较长一点啊。哦所以呢，这个往后的哈、啊，这个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，我们就都是走在可以呢往右边，好、啊，往右边呢可以准备一下，啊，可以准备一下啊，这个比较近啊，离我们啊的车子是比较近的，哦、啊，所以呢，您可以呢很快速的哦、啊、拍两张啊，很快速拍两张啊，在我们的右手边啊，在我们的右手边啊，快到了啊，5 4 3 2 0.8 0.7，咋的？哦，这边一个右转，哦，一个右转，哦，快，会在我们的左手边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一张也不错的啊，这一张也不错的、啊，对啊。哦所以这个表示呢，哈，在这个地区啊，这些哈山区啊，哦，冬天哈是非常冷，哦，非常冷的啊。那实际，所以等到了啊19号的上午到了那边啊，啊，在。